你怎么又上去欠欠的？看胖虎啥反应？胖虎是不是不和你一般见识？你还警告一胖虎？木屋尊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研究玩玩具，那玩具是大家共有的。你胖虎现在都在，你看，哎。因为见白马或者白马王子和你没关系。君君，你怎么跟谁都玩呢？胖虎现在我，你看。你是挺有战斗力的，但是真正打起来，胖虎肯定不怕你，只不过是他现在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瞧。哎呦哎呦，玩啊，这顿吼啊，给两个大猫都吓得不敢近前了。那算你能耐吗？嗯，大帅什么教育举宝呢？举宝行了吧？嗯，你玩在楼下不也能玩吗？你把他霸占了住了，别的猫玩不了了。臭脾气还挺大的，冲谁冲谁吼。你看颤着都没醒，完了，是没有电了。该换电池了，知道？嗯，你怎么又和胡云俊又？你歇一会儿行不？跟谁都是这样似的，这个世界和平都被你破坏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瞅着，你干啥？你上来就打胡云俊。你瞅，你俩打的发型都一样了，你那耳朵都背背着，有点对不起好看了，没电了，电不足了，不爱转了。咦，姥姥宠辱不惊啊。那没害怕举宝，打出来的大脑袋真大。哟，好看爱玩，我就上底下换上电池吧，之后再拿上来给你玩吧。